城乡孩童心灵土壤，让创意美学萌芽。花了五年走遍319个乡镇，这回艺文建明导演可以这五年真再发起。电视台总经理艺人唐美云，前文件会主委盛智仁，前新闻局长姚文智，不分蓝绿共聚一堂，活动全靠民间募款，不花政府一毛钱。大伙化身成唐吉诃德们，致力开创儿童艺术工程，这回更扩大版图，将艺术火种散播台湾各角落，为孩子未来努力路要持续走下去。不分蓝绿，他都要打个龙骨孔。大家看到黑加贝出来，唐吉诃德 Don Quixote， 唐吉诃德出来，大家在看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感想如何。不过，我来看《联合报》今天的报道，他说纸风车368艺术工程明年提前启动，再怎么穷，再怎么累，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孩子开心呐、啊！这是我们的下一代。纸风车第二里路要再出发。说过百台公纸风车，哎，摩天上面就二级呢。我一届了，靠大地呢。啊，为贵台湾行透透，给孩子带来欢乐。我咧想讲，这个是咱台湾民间的力量。很强烈，而且很有活力呢、啊、你来想看嘛，头先我用会看到前文件会诸位甚至人这呀、啊，如果梦想家两岸两亿三千万，然后引起啊，走遍了，看几年呀、啊？会当我所有台湾囡仔拢看几代无、欸？啊，甚至人这呀，敢袂感觉讲怪怪？对，都变个讲啊。这种社会脉动，脉动真是不知道。咱甲来讲，像这种物件，绝对去用平均。但是讲到18%，甲公共搞退休人员的年终慰问金，我用心讲，伊会要我领银行的13%，伊共伊领18%。红阿婆伫厝内中心寓所内底，袂讲这件代志，外口的反应来暗的了。到底是安怎处理？两个拢袂讲一下吧。讲一下，因某是做，因爸做中国商业银行的法务处处长呢。对这种物件上内行的呢。因为提起讲讲，这個、社会的反应就无好，对你的名声一定影响就大。应该有提起吧？敢无？所以你啊，看伊规个社会脉动无掌握，你敢来看遐囡仔咧纸风车，你想讲？你为什么去变啊做医生哦？我讲我们在开刀。什么梦想？才两亿，安尼个开起，安尼个容易？来来来看，这次风车更巨大，却不得不战斗，因为亏欠我们的下一代太多啊！顶悟，囡仔吼，永远是打动你的心。包括美国最近枪击案，你看哇，侪人在遐艰苦，小朋友对麦当是很可贵的。我伫台南一个村卡，村卡一个叫做万里的所在，万丰大庙，万丰宫头前，因请纸风车来表演，哇，迄、那个大步我进掉前小朋友那个欢笑，迄是庙里出钱，我嘛看过有老师共同集资，大意小朋友说，你们家考好试，我请纸风车来表演，让你看海边山顶。远乡，啊，像新北市的金山嘛，表演，都因为这些来就有 get 到不？有没有艺术家这样也有，但是我们的政府2亿3000万宁可补助2天晚上的表演的梦想家，却没有补助这个。我就说，那你的政府他在施政的排列顺序上，离民人民太远太远了。我注意了什么功？这一个态度跟心态，应该整个的发展，对台湾，我们来比较民间跟政府，那你刚刚那在政府刚尾刚刚拍谁啊？我们也有2亿了啦，是
五年3万个人捐出来2亿啦。嗯，不是政府这样边边2亿三就这样两个晚上烧掉。其实他一场表演只要45万，300多个乡镇这样去跑啊。哇、哦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场表演2亿3千万啊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要讲，人民也有力量，人民也在做给马总统看呐、啊。嗯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刚才徐伟一直在讲说，我们不要一直骂，有没有做给他看啦、啊？国事会叫他去开呀、啊，纸风车也表演给他看啦、啊。太太真是有参加啦、啊。我给马总统，你要去看看台湾人民是怎么在自救啊？哎、欸，来抛给哎。我想啊、哦，这个希望工程呢、啊，是包括这个下一代是应该非常重视的啊、哦。我举一个例子讲啊、哦，事实上我们的家扶中心，我们应该去统计一下有多少的儿童。那最近呢、啊，在云林县，我们包括那个环球科技大学，他们去推了一个叫做家扶中心儿童的希望，就是说他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一个卡片，让他去写。到底需要什么？那目前在云林县呢、啊，我们就包括几个县市，我们的2000多份。那事实上，我们社会各界可以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你说要希望政府来做这个很困难，但是我们开始让政府来做这个很困难吗？很困难，很困难。还是他不做？不，我当然也许也许了，他的预算变到别的地方去了啊。嗯。但是我说家扶中心这个，我真的在这里呼吁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这些家扶中心的小孩子，但是我们愿意给他一个空间，给他一个卡片，让他写出他的希望。我们花小的经费，让他儿童可以去实现他的希望，这是很好的。对对对，那个叶田家宴哦，你算起整个民调18%。嗯，啊，民主党的国会是属于300空杯席，那个中国的人是。即马英九的民调比日本的首相野田佳彦吼更加低，人伊18%，马英九剩13%啦，吼、嗯哦。所以这个总统实在是吼，感觉讲实在是人民的失望，是讲啊，你这个总统你面对吼啊民调较低，啊你有做反省无？这个总统讲无，我对家己做有信心，咧台湾佫做好个，大家爱佫向前行，佫爱佫继续加支持。即大家对即总统的态度失望嘛？你办公，他们正所说有电商，还拢伊家己做的决定啦。你看，下下肯定伊讲伊无看，哦。当时，你总统府明明咧家己咧吹冷气，伊讲伊这冷气无开，伊拢家己吹电风，所以对所有这一挂情报民众的反应已经拢麻痹啊嘛。所以造成讲大家会感觉讲，民进党即个办这五大大游行，咱也无出来，甲马英九提出咱的愤怒，甲你的鞋啊，甲马英九牵起，大家咧马英九根本都无感觉，所以即个来去吼，大家另外鞋啊甲牵，然后就对总统府对号入座，啊你牵起嘛无看。